好，我们继续练习。这边呢有硝酸钠跟浓硫酸反应，他请问我这个浓度，那这么多体积跟足量就表示够用，用到有剩，才能硝酸多少公克？刚才都是给质量，然后呢求质量，现在改成给末浓度，就是你在算末的方法会稍有不同。第一步写方程式并且平衡，题目给了。第二步，已知跟所求换成末数，要求的是硝酸质量，质量是要除以原质量或分质量，给的是硫酸浓度，浓度是要用末浓度乘溶液体积来算末，所以呢，150毫升是0.15公升，因为末浓度要用公升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算出硫酸的末浓度乘溶液体积是0.3摩。假设呢，我们有 S 公克的硝酸，然后去除它的分子量，算完63，那就会有这么多的硝酸的末。那这有了末以后，就带去，我们的末数比就是均衡系数比，硫酸的系数是1，硝酸的系数是2，所以就是1:2，然后就往里面算。答案就是37.8公克。改成用质量算是类似的，给我这些，第一个我的硫酸是一，硫酸分子量98，所以1×98，所以98克，硝酸系数是2×2=63，叫126，就表示有98克的硫酸可以产生126克的硝酸。现在呢？现在到底有多少的硫酸啊？那有末嘛，对不对？有末浓就求末，对，有末浓就求末，然后再用末去换质量。你看到这里就知道这就是0.3倍了，啊，因为上面98，上面0.9就是0.3倍嘛。所以左边是0.3倍，右边呢，啊，0.3倍嘛。所以答案多少？37.8，就算完。就是用质量的想法去算 ，OK。好，换各位，一样，这里也是给了浓度，所以你在算末的方法会跟前面不太一样。前面就是质量嘛，就质量除以原质量或分质量。现在给的是末浓度，所以你要用末浓度方法来算末，不管算方法末，所以所谓的题型稍有不同，但是想法是一样的，想法是一样的。停车暂借问，可爱小女生，三号，中上，二两大概两二，二是2公克吗？对，2公克。好，来。老师说的是第一步写方程式并且平衡，不用写，给我了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已知跟所求换成末，质量化末除原质量或分质量，末浓度换末，末浓度乘以溶液升数。好，所以呢，500毫升换成公升，然后末浓度乘以溶液升数就是盐酸的氯化氢的末数。然后呢，要去求那个。氢气，那需要知道氢的分子量，然后呢去假设质量，然后除以原质量、分子量，求末，都有了以后呢，都有末以后呢，就带回去，末数比就是均衡系数比，然后氯化氢的系数二，氢的系数一，所以就是2:1，然后数学算完就2公克，这就是用我传统的教法。如果改成用质量算呢？啊，一样嘛。啊，第一个呢，有个盐酸氯化氢2是2摩，乘以原质量、分质量，算公克。然后要求是氢气，氢是1摩，乘以原质量、分质量，算质量。这表示73公克的氯化氢可以产生2公克的氢气。那现在有几公克的氯化氢给浓度能够算末，就去算末儿，然后2摩怎么去算？要乘分子量，73克，那就是几倍？
一倍，啊，左边一倍，右边一倍，这一次功课两功课，这两功课就做完了。OK， 好，那换成这样，换成这样，要得到 4.4 公克的二氧化碳，需要多少毫升？两大量的多少毫升？就是稍微就是未知数位置不一样，未知数的位置不一样，但想法是一样，想法是一样。请问你这样子要有多少毫升的两大量盐酸呢？啊，停车站借问，可爱大帅哥，有帅哥吗？有帅哥，帅哥叫二三，二三号，睡着了，不见了。三一，三十一岁，三十一岁，泰亨是吧？一百，你坐下，你答案叫做100毫升。好，用我以前的加法叫做写出方程式并且平衡，不用做。第二个，乙醇跟索求换末，给末浓度要乘以溶液深数，给质量要除以原质量或分子量。然后呢，就往里面，然后质量算出二氧化碳分子量，用质量去除，算出来0.1摩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末浓度乘溶液深数。啊、不知道几升嘛 ，x 公升嘛，1000毫升嘛，1000 S 毫升，然后呢，就去算哦，二 x 摩，然后就是摩数比就是均衡，系数比就照往里面塞就好了，塞完，答案就是0.1公升，因为摩浓度用的是公升，所以是0.1公升啊，换成毫升，这就是。我们用所谓的我教的三步骤去做，那改成质量做也差不多、哦。好，给我的第一个是二氧化碳，那个系数是一，所以1×44，有44公克的二氧化碳。问的是盐酸氯化氢，系数是二，所以2×36.5=73。那你现在给我4.4公克，这多少？0.1嘛，0.1，所以。右边0.1，左边也0.1，所以它要有7.3公克的氯化氢，这哪来的？就那个浓度来的、啊，那浓度来的，7.3公克几摩？7.3公克是0.2摩，就是用摩浓度算出来要0.2摩嘛，所以2乘以我为 S 除一，我就直接用毫升嘛，除一千遍换公升，它等于0.2，算出来就是100，那就100。这就是用质量算法，想法都差不多，这就是所谓的简单的化学剂量，就像这样，求反应物的需要量或生成物的生成量，不管你是用我教的摩尔的算法还是用质量算法都可以，好 keyword 的重点的想法是一致的 ，OK。